机构嘛，它再按下去它就跳出来了啊。这要怎么做？首先第一个哦，它里面就长这样了，其实也不用太复杂嘛，就是一个是姓名，一个是答案考核放这边，操作考核、面试考核，然后最后就新增，大概就长这样。那怎么做哦？第一个，其实它有点像那个小画家一样嘛，反正你把它画出来啊。所以第一步啊，记得按右键啊，这边按右键，直接插入一个制定表单啊。如果你做错了怎么办？没关系，就把它按右键啊，移除掉，再重来一下就 OK 了。就有点像开一个小画家嘛，你就把它当成一个画布，那开始做。那怎么做呢？第一个，请各位注意一下哈。我希望它能够长得尽量越接近什么，这样子越好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从应该怎么看？从外而内吧，啊，从外面，外面的话，这边叫沉积系统，然后这个颜色是绿色的。OK，这两件事先做，做完之后呢，再由左到右，啊，由外而内吧，哈，啊，外面叫沉积，啊，沉积系统怎么加呢？第一个的话，哦，如果你要把那个沉积系统那个部分，这边改成沉积系统，记得哈，它的位置在哪里呢？一，请你找到哈，这个专案总管的下方一定会有属性哦。OK，属性不能关掉啊，关掉的话没有就看不到啊。这个相关设定呢，都一定会是在属性视窗里面哦。那所以第一个的话呢，我们找到什么？这个东西它表单的名称叫 user form 一哦，那它的左上角这个标签哦，叫 caption，所以请各位往下找，这边会有一个它的属性 caption，那这个属性指的就是这个东西，也就是如果你把这个里面的资料改一下，叫沉积系统。假设哦，我如果加沉积系统，OK，好，输入之后 enter，请各位看一下，一有没有发现 caption 改了，OK，好，这边就改了，好。第一步哈，由外而内，由左到右，反正我们就不要做动作，不要做太多了，我们怕同学记不了那么多。第二个，底色变成，底色之外你可以放大，这可以调整啊，大小由你自己。底色我希望变成什么？变成浅绿色或者其他颜色都可以哈。那记得哦，浅绿，底色的话呢，因为哦这个属性名称是美国人设计的。所以他们会用他们美国的那个这个单字嘛，所以我美语吧，我们啊，所以哦，你就可以猜，可以猜吧。底色的话应该是哪一个？Big color 呢？对，其实我跟各位讲啊，你不要看到这个害怕，因为他不可能帮你翻译成中文嘛，所以怎么办？你干脆自己用那个他们的思考模式去思考，这样就可以找到。也就是这里面所有一切，就是设定这个表单它的外观嘛。OK 啊，有些没讲到，你也可以慢慢看哈、哦。那 Big Color 呢，我们就点下去，这边有个箭头，那切到调色盘，找到浅绿色的，这样就 OK 了。哦，啊，其他颜色自己改一下啦，反正调色盘哈、哦。好，由外而内，好，外面 OK 了，第一步哦。第二步的话呢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在这边加一二三四四个，加一个按钮，怎么做？特别说。这个东西哈叫 label 标签，那标签的用法，点下去之后十字有没有？按住不要放，大概距离大概就这样吧哈，放哎再把它放开，好啊，这个时候一样啊，里面会变 label 一，可是我不是要 label 一啊，我要什么？我要姓名，而且字太小了，好，另外的话呢，除了字太小之外，字的颜色也可以变更啊，不见得一定要这个颜色，那我要。怎么去改里面的字呢？一样嘛，哈，游标放这边的时候，请你找到属性，它现在是 label 一，那里面的话呢，一样有个 caption，请你把 caption 呢改成叫姓名，enter 一下，把这个姓名，哦，那姓名输入之后的话呢，enter，好，字就上去了，有没有？但是字太小，怎么办？接下来的话，字把它放大，字怎么放大？特别就要用猜的哈，字在这里有没有？font，然后它有一个新细明体，请你把旁边有个小小的按钮按一下，它就弹出一个视窗。字的大小在这里，大概要16好了，按确定，大概这么大。然后如果不够的话呢，可以再大一点，18我看差不多这样好了哈。
好啊，再来的话，把这个底框再往这边一下，好，那我就做出来一个这个姓名啊。可是问题呢，除了姓名之外，后面还有三个嘛？那如果三个你，当然理论上应该是从这边按下去，然后再拖拉，再改 caption， 再改 font， 你感觉好像有点浪费时间哦。所以我的习惯上，这个做好之后，把它当样板，怎么样呢？把它复制到底下。你可以用右键复制贴上，不过我教各位比较快的方法，拖拉加 Ctrl 键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这样就 OK 了。啊，拖拉的时候距离自己瞧一下啊，如果你当然，如果你距离没有瞧好的话，可能会歪七扭八，对哈、哦？那、啊、怎么办？没有关系，如果歪掉哈、哦，教各位一招，这样选取，先选的那个就是陆队长，白色的。有没有以这个为准哦，就排头为准。格式里面会有个什么呢？叫做对齐，有没有？主控项就白色，先碰到那个就主控项，它就排头，排头为准哦。你要怎么靠什么？主控项的中央左缘好了，有没有？靠左对齐啊，靠左对齐，好，点一下，这样就 OK， 有没有？可是呢，再来就间距好像有大有小，怎么办？格式有没有看到间距？应该什么？垂直相等，好，全部排整齐了，这样就 OK。啊，其他的话，这个里面的字哈、哦，你可以再把它改一下。这个字的话，不要叫姓名嘛，那我们就是叫这边里面的这个答案考核 ，Ctrl C， 然后再切到 Visual Basic 这边的话呢，就把这个贴一下 ，Enter， 好，那其他如一样的哈、哦，无法炮制。再来的话呢，旁边在小 A 这个小 A 小 B 文字方块，请你点一下，拉一个大小，适度的大小，这么大了 ，OK 哈。然后呢，一样的方法，复制到底下 ，Ctrl 键按，我习惯 Ctrl 键按住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，啊，如果你不会已经很完美了啊，如果你没有那么完美哈，像你们可能歪七扭八哈，那你就怎样，你就自己在排头为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在格式你就对齐，对齐左，已经对齐了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你如果已经间距已经都一样了，对吧？所以像如果你已经很熟练的话，马上可以完全不用再做调整，一次就到位了。OK， 好，应该没问题了哈。所以由外而内，由左到位啊，最后剩一个命令按钮，这个按一下，这边呢再拖拉一个按钮。那按钮部分呢一样齁、哦、这个如果间距不够的话，这个把它调整一下。那它的上面我要把它改新增，所以一样到 caption， 把 caption 呢这边叫新增。齁、哦、然后字太小的话呢，一样就是到那个 font 这边去把字改到18好了，我刚刚改18。那颜色的话，如果你要改的话，它有什么，它有 back color， 有没有？如果你这个颜色呢，如果我要把它改成蓝色的话，一样 back color， 这边把它改成蓝色，绿色的，或者其他颜色都可以的哈。然后呢，字的颜色如果要改的话，你这边有个叫 full color， full color 嘛， full color 就前景颜色。如果你前景颜色要改其他红色的，我看红色字，红色字出现 ，OK 哈。那这样的话呢，基本上呢就完成第一阶段表单设计了。OK， 那你想说，那这个做完之后我怎么看到哦？很简单，上面有个执行，有没有？按下去，它就跳出来，就长这样子。OK 哈、哦，啊，只是说你不可能以后呢，如果你要执行它，你总不可能说只是单单在这边执行。那如果别人要启动它的话，不是很不方便。所以你将来可能要做一个对应的按钮，像启动表单，让它可以秀出来。那秀出来之后，可以让它开始填，填完之后，它帮你自动输入资料，那就会可以达到一个自动化的目的。啊，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，你有个规范，也比较不容易被乱输入资料。因为很多时候，你资料假设你给他一个档案，给他一个任意输入的话，你会发现回来的东西都面目都完全是完全不是你所期待的那个啦。他可能乱踢一大堆，有的没的，很麻烦。你光要在之后整理资料，又是一个噩梦。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，你就给我只能在这边输入，其他都不要动，其他都给我锁起来，不然的话真的会很麻烦。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，一
按右键啊，插入这个制定表单。二的话呢，记得就是说呢，在这边的话，先我刚刚有讲 caption 有没有这个，然后 back color 这个底色啊，再利用这个工具箱。如果你工具箱不想关掉没关系，这边有工具箱，或者是检视也有工具箱哈。那我是这个是大 A 的话是标签，小 A 小 B 是这个。命令按钮是这一个，好了，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哈、哦。啊，利用这个的话呢，哈，它可以怎么样提供给我们一个就是输入的界面。以后的话，除了自己输入方便之外，哦，那你也可以哦，假设把这个，如果你将来需要别人帮你输入一些资料，比如说他前端的工作人员，他帮你要 key 一些资料的话，你给他档案，你就给他一个这个。然后其他资料都把它锁住，好处就是说真的你就一劳永逸了。因为之前蛮多案例的，像之前有个同学他是负责那个好像台北市的那个公卖局的相关业务，那他底下有几百间上千间的那个单位，那每次要请他们 key 一些资料的话，他就给你乱 key，所以他回来就是噩梦的开始，要整理好多，明明已经上面已经说明得很清楚，结果就乱 key。那后来他就用表单，发现真的太有效了。之后的话，他就根本不需要再做任何后面的这个资料校对，就发现奇怪 ，key 完之后资料都是可以，他剩下就是把资料合并在一起，他的事情再输出个报表，完工。不然以前他光要整理这些资料就噩梦的开始。OK， 所以请各位就是这个也许慢慢可以想想看，蛮多地方都可以这样用。还有像之前也有一些厂商跨两岸三地，还有很多地方也是一样，就是要汇整资料的时候就噩梦了，哇，每个地方都乱 key， 每个地方来的资料都完全不一样，格式形式内容什么什么都不一样。那最后汇整那个人就辛苦了，所以他们就问是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个问题解决。我就说你干脆弄个表单，以后前端前台人员输入一律用表单输入。后来发现了这个方法非常好用，之后就没有问题了。没有，因为你前面就已经控管好了嘛，后面就不会有衍生出来的问题。其实很多资料的问题都是你前端没有做任何的控管，所以后面来的资料完全不能用，又就变成你要大量人力去解决，因为前端管控的松散而造成的这种麻烦。OK， 所以前端我觉得控管非常重要。如果你有需要从前端那边取得一些资料的时候，一定要先把这些先把它顾顾好。那最简单的方法其实就是用表单。那今天的话大概就是请各位试着用我刚刚讲的方法熟悉啦，如果你做错没关系，你把它移除重来一次。